Carnival 嘉裕2017秋冬邀请一项对美要求非常高的钟成汉担任本季代言人，透过美学的观点以及高度的品鉴能力，让男士们培养个人独有的生活方式与态度，同时对于细节的挑剔与坚持，借由服饰营造展现自我对生活的思维与美学。因应秋冬季节的需求，嘉裕西服在这一季推出蓄热感应牛仔裤系列，能够让面料吸收人体所散发的热能，加上良好的蓄热效果，能阻止因为天气寒冷而流失的热能，以及以 3D 立体热压技术无接缝剪裁的羽绒外套，让外套版型更为修身，穿搭保暖更显立体有型。面对秋冬穿搭，能够兼顾保暖又不显胖，提供男士们更多不一样的穿着选择，准备好迎接即将来到的时尚穿搭季节来临喽。